哦，苦瓜呢含有奎宁，奎宁会刺激子宫收缩，引起流产。孕妇不宜吃苦瓜。奎宁在苦瓜中含量很少，孕妇适量吃点并无大碍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孕妇还是少吃苦瓜。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B1 哦，维他命 C。多种矿物质，锌含量呢？脾胃虚寒的，肠胃虚寒的，不要吃啊。苦瓜茶，山苦瓜呢？经科学的检验证实，山苦瓜含有多种营养素，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、维他命 A、B1、B2、C、矿物质、钙、磷、铁等。哦，其中有维他命 C 的含量最多呢。山苦瓜哈，对皮肤很有益，对帮助皮肤呢。哦，此外所含的维生素 B17 有30。肿瘤细胞的功能呢？哇，厉害！山苦瓜是一种很好的防癌食物诶，且其所含的奎宁成分对疟疾有相当疗效。山苦瓜，哇！